接下来用到的东西很有趣，好，用到的是这个，这东西各位可能没有看过，平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会出现。这是一台计程车啊，透明的，这是一台计程车，没看到车子啊，透明的计程车，透明的，嗯，透明的，嗯，好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好，很多人怀疑说魔术师是不是有很多机关道具或者什么可疑的东西，我看到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对吧？好，然后因为你看它上面有四个轮子，所以我们可以用手指头在这边推来推去，它可以前后移动，对不对？来推推看，没错吧？没问题啊。其实你们个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，觉得你想象不到的事情，就其实里面有司机。司机？怎么？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司机也是透明的哦。有没有？司机也是透明的，真的吗？没有，对，没有。哎哎，我看到里面有方向盘哦，方向盘也是透明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有司机，还有引擎哦，看不到的司机，真的吗？这个司机很神奇，他不但会开车，而且会帮我拆扑克牌。现在我来做个实验，这是扑克牌，好，透明，好，洗牌，好。哦，这厉害，你早点。好，被你洗过之后呢，一团混乱，哎，对吧？好，好，我再稍微洗一下。接下来，杨琪，麻烦一个忙，伸出一只手指头，好，摸一张牌，用摸的哦。好，来，这张拿去。好，不要让我看到，好，也不要让司机看到，好认真，现场所有人看到，我转过去，我跟司机都转过去，好，司机请大家看，好 ，OK， 好了吗？可以，哦，好了，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以后自己把它插到牌里面去洗牌，开始洗了，啊，对，我不要看，这个要挡好。哇，你好认真哦！好，可以倒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来，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好。好，经过这样的洗牌之后呢，没有人知道你的牌在哪里，也不知道位置在什么地方，对吧？我把它摊开，任何一张牌都有可能，对吧？好，我刚刚说过，这个是一台透明的亚克力的车子。来，聂云，好，我把车子呢放到这边。伸出一只手指头，放在上面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说 go， 你就开始把车子呢，慢慢的往前开。好哇，好慎重哦，好好开哦，烈宇。对，好好开哦。原来不要开太快，司机啊，不要开太快，司机啊，会出事。原来你是慢慢来，慢慢对对对，安全驾驶，稳稳的就好。好，哦，慢慢的开，慢慢开，慢慢开，对。好，一路开到底这样子，对。哎，还跳国练呢？哎，怎么了？卡住了，卡推不动哎！怎么可能？不要装了，真的推不动。那轮胎好像卡住了。哎，你看，哎，还跳好练呢。他的前轮不转了。真的吗？等下，我没有跟你串通过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没有跟你串通过吧？来，杨琪伸出一只手指头。好，一路开过来。开得真好哎。哇塞，假的，不会吧，用力，杨琪加油加油，你可以的，加油，杨琪加油，不要碰硬，车车玩坏，这证明了一件事情，司机告诉我们你的牌大概在这个区域，真的吗？所以其他的牌都不是。哇，好厉害耶。好，我们把其他牌收掉。好，接下来重点来了，洗牌。是因为我刚有喝酒嘛，所以不能开车。酒驾吗？对，是酒驾的原因嘛，我有点不舒服。哎，那你这样讲，聂宇有喝啦、啊？有可能。哦，你们两个一起喝的，好吗？好，现在你指定桌上任何一点，哪边是起点，哪边是终点，一直线，因为可能怀疑桌子下面有磁铁，有人这样。我该真的有这样想。真的想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来决定桌子的位置，哪边是起点，哪边是终点。你可以说这边起点，这边终点，或这边起点，这边终点，这边起点，这边终点，这边起点。OK， 好，斜角起点，这边终。这边吗？对。好，我就把牌放在这边。哪边是终点？这边。好。哦，这个厉害哦，这个厉害哦。好，你洗过牌了哦。嗯。好，再随意调动一下牌的位置。
可以随意调调换，是完全随意。哇，还回这个高速公路？怎么可能啊，完全随意。好，魔术师经得起考验。好，对对对，好了吗？好，你可以到这边来。哎呦，好，我放在这边。从这边开始，一路把车子开过去。我们来看一看，好，越慢越好。好，准备喽，预备 ，Go！ 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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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别吧。对吧？对啊，他又卡住了。推不动了，这是很可疑的事情，伸出一只手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从这边开到那边去，沿这个方向。对对对对对。推到我转圈了，哎，他到这边。一样，从任何地方都可以，好不好？刚刚车子选的是这张牌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来，你到这边来。好，一样从这边。哦，又不行了。哎呦，哇塞，真的吹不动了。问一下，刚刚选的牌是什么？红心石。红心石，我们先看一下其他的牌。Thank you.